2022年上新的 IMAX 科普教育《最后的冰川》，日前在嘉义印巴九豪华影城举行全台首映会，邀请各级学校的校长、家长会代表入场来观赏电影。嘉义市长洪炳辉特别出席，也展现对全台唯一 IMAX 影厅放映科普教育电影的支持。最爱并参纪录片的导演冒生命的危险，对南极洲到喜马拉雅山，对阿尔卑斯山到安第斯山脉，以全新的视角观察快速消失冰川的过程，带予观众参像是伫咧现场亲目睭看到同款的感受。嘉义市长敏辉亲自到场，含各级学校、各有家长会的代表共同来观赏。这一部影片里面说到十年。十年前跟十年之后，那只有十年之差，那这里面的冰川完全都不见了，可以见到我们现在有面临着我们潜藏着有多大的危机。我特别要感谢印巴九豪华影城，我想 Ben 执行长、蔡执行长他非常的用心，其实他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用 IMAX 来呈现出来，很真实，让我们觉得看到这部影片这么有意义的科普啊，科普教育的影片，让我们看到环境的危机，我觉得真的是令人更为震撼。举办这场首映会的印巴九豪华影城执行长蔡正宏，除了感谢嘉义市政府和所有单位的全力支持之外，也强调IMAX 不只是电影娱乐的巅峰标准，更加会当借着电影大银幕来传递知识。我们正好在嘉义这边，去年把 IMAX 带来嘉义，那这个国际性品牌，它这么愿意投入在这个上面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引进来台湾，那也把这个事情很努力的推广给所有我们在台湾的所有的观众，那也希望说。就好像我们这代应该要做些事情，然后就像市长讲说，我们这代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，下一代怎么办？这是我觉得我很感同身受的事情。嘉义印巴九豪华影城对这入去伫咧每一个固定假日和周休假期，将伫咧 IMAX 影厅的早定时间安排科学教育电影的订座，同时无定期伫咧假日下晡的时段的加场，嘛特别回馈嘉义市民和学生优惠的票价，或在第一市民会当享受到 IMAX 所带来的视觉和听觉的震撼效果，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欣赏。观众会当到影城现场或者是上印巴九 IMAX 官方网站来查看到场次的消息进行预告。最新新闻就丁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好，你家在嘉义嘉。的意义、家的趣味，拢伫进来底。虚实的整合来做行销，十家的饭店，再加上46家的特色商店，大家一起来，显见嘉义人的热情跟嘉义人的好客。尤其在面对的疫情当中这么艰困，做好防疫之后，我们要往前走的更重要的动力。借着城市桌游，你可以看到更多更精彩嘉义人的热情跟美食跟好物，让大家能够一次看个够，一次也买个够。2022夏至艺术节串联4县市共同策划，以音乐游记为核心，规划8大主题，总共60场高品质演出。最精彩的开幕就在嘉义市文化广场。管乐与人文的融合是社区表演艺术团队的典范，创造出嘉义市管乐城市人文之都的光荣前景。透过音乐勾勒府城数百年的人文风景，传递台南土地的芬芳与感动。传统、创新、多元的演出风格，运用不同的打击乐器，呈现云林人艺术与创意的大结合。乐团加上热闹的非洲鼓与舞蹈，贴近台湾的演出方式，展现嘉义县西班子对创作一贯的执着与热爱。2022夏至艺术节音乐游记，我们不见不散。